六 L 安简称英，别称高城，位于安徽省西部，处于长江与淮河之间，大别山北麓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西翼，地理意义上的皖西，特指陆安。陆安之名始于公元前121年，汉武帝取六地平安，永不反叛之意，至陆安国，因顺风高陶于六 L， 故后世称陆安为高城。陆安的处江淮，东衔吴越，西领荆楚，北接中原，江淮分水岭，由西南向东偏北横贯本区，属于淮河流域，面积119.26平方公里，长江流域面积3064平方公里。陆安为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，是国家级皖江城市，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、长三角城市群、成员城市、合肥都市圈、副中心城市、国家级交通枢纽城市。陆安是素有白鹅王国、鱼龙之都美誉，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羽绒原产的合集散地。陆安荣膺国家级园林城市、国家级生态示范区、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、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、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等称号。一、2017年12月获得特色革命优秀城市奖。二、2017年12月15日，荣膺中央电视台《魅力中国城》第一季十佳魅力城市。位置境遇：陆安的区位于安徽省西部的楚江淮之间，东临省城合肥市和巢湖市，南接安庆市和湖北省英山、洛田两县，西于河南省商城、故址毗连，北接淮南市，并与阜阳市隔河相望，东起舒城县舒三乡的太平村，西至晋寨县西河乡余家湾，宽176公里。南自霍山县太平乡的挂龙间，北至霍邱县朱岗，长179公里。七、陆安大地构造位置，隶属秦岭褶皱系，东端河中潮准地台，南缘两个一级构造单元，自南向北跨武当淮阳隆起，北秦岭褶皱带河华北段澳三个二级构造单元，进一步划分则为大别山腹背斜、佛子岭腹向斜、合肥陆安凹陷等次级构造单元。十一、陆安位于大别山北坡面，向淮北平原的斜面上，西南高，东北低，由南向北呈阶梯状分布，大体分山地、丘陵、岗地和平原四个类型。十二、陆安的区的山脉均属大别山脉及其支脉。大别山脉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棋盘山入境，为长江淮河分水岭，江泉是分为长江淮河两个流域，境内山脉分为两段，一是西南段，历史上称为皖山；二是东段，历史上称火山，也称淮阳山脉。十二、气候特指陆安的区的处北亚热带的北缘，属湿润季风气候，其各指是季风显著，雨量适中，冬冷夏热，四季分明，热量丰富，光照充足，无霜期较长，光热水配合良好，但由于处在北亚热带下暖温带转换的过渡带，暖冷气流交汇频繁，年季间季风强弱程度不同，进退早迟不一，因而造成气候多变，常受水旱灾害的威胁。十三、气温，大部分的区多年平均气温为14.6、15.6，白东北向西南随的是抬高而递减，地温平均地面温度自北向南在18、19，均高于平均气温，与平均气温具有同样特点，七月份最高，一月份最低。十三、无霜期，全市无霜期平均为211/228天，初霜出现在11月2日至11日，北部的区早于南部的区，中霜在3月27日至4月3日，南部的区早于北部的区，山区无霜期较短，海拔500米以上仅有190天左右。十三、日照，全市年平均日照时数1960/2330小时，沿淮的区最多，寿县、城关为2331小时，中部的区次之，陆安为2256小时，金寨、霍山两县中山区日照时间短，全年至2000小时，全市年日照百分率在46.0/52.8，夏秋季节高，冬春季节低，全市年太阳辐射总量在109.7/1245千卡厘米。地区分布是北多南少，平原多山区少，季节分布是夏季多冬季少。十三、降水，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900/1600毫米，具有南多北少、山区多平原少、夏春季多冬秋季少以及年季间降水悬殊过大等特点。十三、蒸发，全市年平均蒸发量1300/1500毫米，从西南向东北递增，西南山区蒸发量与降水量基本相等，或降雨量略多，无蒸发量。十三、风向，风速，全市风向冬季以偏北风为主，夏季以偏南风为主，春秋两季是风向转换季节，全年最多风向为偏东风，年平均风速为3.2-3.4米秒，中部的区年平均风速为1.7-2.5米秒，西南部霍山、金寨山区、沙谷盆地年平均风速为1.3-1.6米秒，全年各月以静风为多。十三、自然资源编辑矿产，至2007年，全市已知各类矿产有9类22种55处，其中大型矿床7处，中型矿床13处，小型矿床33处。一、黑色金属矿产，蝶矿集中在霍邱县西部洲际，唯一大型矿田金寨、霍山两县亦有零星蝶矿分布，但规模很小，各矿主要分布在霍山县的任家湾和龚家岭。十一、二、有色金属矿产，铝锌及多金属矿分布于金寨县银沙、野水寺、霍山县诸佛眼。
真龙的书城仙山七里河小河湾城北西向延展的地带中，引水四千新矿，矿化带总长1900米，平均宽30米，最宽处100米，也沙多金属矿、矿石金属矿物，有方仙矿、山星矿、黄铜矿、净蝶矿等11三贵重金属矿产，金矿以塔名的有霍山县东西龙金、南关岭金矿、东西金矿，为全省首次发现的盐金矿床。四固体燃料矿产，全市煤矿贫乏，有一定利用价值的仅含五系石煤。11五金属辅助原料矿产，岭尾矿产于霍丘里老庄，为李老庄叠矿床的共生矿产，共有三个矿体，长100米、300米、厚1.654米，容积白云岩，主要产于霍丘寺平山、霍山驼岭、黄立淼等的稀石，主要产于霍山祥云展环山寨，厚39.107米。萤石区内萤石矿点较多，其中具开采价值的有六安黄石祠、霍山下浮桥、书城罐子冲三处，均属中低温热液类型。11.6化工原料矿产，磷矿主要有磷块盐矿和磷灰石矿两种，含钾岩石，产屋寿县孔家山，两个矿体呈四层状，长分别为655米及755米，厚11.85米及13.18米。11.7特种非金属矿产，水晶主要见于金寨前范、霍山高山铺、大化亭一带、大别山群古老变质岩分布地区，代表性矿点有霍山沙湾、清风岭等处。11.8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，石棉较为集中的分布于书城、产镇关附近的斗笠寨、临河、观音打坐等处，霍山南部也有零星分布。石墨产于金寨县张店，共建矿体19个，长80.350米，厚1.375米，呈引晶质一系精致矿石，含固定碳3.5.11.9美术工艺原料，采石主要产于陆安、东石笋、书城书茶等的植物。6章陆安属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带，晚中落叶于常绿阔叶混交林的带，境内有雷管植物186棵，西腰四属1638种，裸子植物8棵，18属30种，被子植物150棵，64四属1518种，粮食作物品种626个，经济作物品种67个，蔬菜品种70个，前鲜果品19种，现有茶园37亩，年产干茶7000多吨，形成了陆安瓜片、霍山黄芽、金寨翠梅、书城兰花、华山银毫等知名品牌。板栗种植面积1000亩，年产量近4万吨，居全省首位。桑园面积17万亩，年产减6000吨左右，初步形成了桑减丝稠系列化开发的格局。陆安是全国四大麻产区之一，主要种类有六安大麻、霍丘红麻、书城黄麻、金寨宁麻，其中大麻是著名的土特品种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。境内树种资源起源较早，区系复杂，种类繁多。乔灌木树种28木、73棵、225属、858种，80分布在西南中低山区。经济价值较高的乔灌木树种250种左右，属国家一类保护树种。有香果树，三类保护树种有楠木、花榆木、红椿。全市县有林业用地935亩，其中有林地面积808亩，森林覆盖率36.2%，活力木总蓄积量1603莫立方米。14动物，陆安境内动物区系具有湖北界和东洋界的过渡特点，在安徽动物区华中跨大别山和江淮丘陵两区，有水陆栖生脊椎，动物500多种，其中兽类62种，鸟类310种，鱼类92种，爬行类34种，两栖类23种，畜禽30多种。地方有良品，中有西白鹅、霍固埋黄鸡、大别山黄牛、兽或黑猪等。14湾西白鹅具有早期生长发育快、抗病力强、耐粗食、耗料少等特点，享有世界羽绒之最的美称。年饲养量达1900末，或占全国饲养量的20分之1，相当于世界养鹅王国。匈牙利全国的饲养量，陆安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羽绒集散地。水生动物名贵品种有大泥娃娃鱼、龟鳖、风虾、法虾、银鱼等。药用动物144种。名贵动物类药材有麝香、灵猫香、全虫等。野生动物中有毛皮兽动物20种、羽绒动物10种、肉用动物25种，农林有益动物130种，观赏动物25种。其中受国家保护的动物有大泥、原麝、香樟、小灵猫、金钱豹、白冠长尾雉、白颈长尾雉等。